耶稣经过时，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，伊的门徒甲伊问：“拉比，这个人出世就失明，是啥人犯罪？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趁还是日时，咱就做找我迄位的工，暗时一个到，就无人会当做工。我伫世间的时，是世间的光。这话讲了，伊配嘴烂伫涂骹，用嘴烂敲土，然后用土膏迄个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“你去西罗阿池洗。”西罗阿的意思是奉车遣。伊就去洗，回来时已经未看见。伊的厝边甲捌看到伊以前在做乞食的人讲：“这个敢毋是不是一个甲人分迄个人？”有人讲：“伊就是。”阁有人讲：“毋是，是亲像伊。”毋过迄个人家己讲：“我就是。”因阁问伊：“你的目睭是安怎会看见？”伊应讲：“叫做耶稣迄个人敲头割我的目睭，甲我讲，你去西罗阿池洗，我去一个洗就会看见。”因问伊，迄个人伫倒位？伊讲，我唔知。因就带以前失明迄个人去法利赛派的人遐，耶稣敲头来开伊的目睭。迄日是安息日。所以法利赛人又一遍问伊是安怎会看见，伊甲因讲，伊用土割我的目睭，我去洗就有看见。有一挂法利赛人讲，这个人毋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因为伊无守安息日。阁有别个人讲，一个有罪人哪会当行这款神迹？因中间刷起分裂，法利赛人就问迄个失明的人。既然伊乎你的目睭有看见，你讲伊是甚么人？伊应讲，伊是先知。犹太教的领袖一直无相信伊以前失明，现在有看见，就召伊的爸母来问因讲：“这个是恁讲出世就失明迄个囝是无？是安怎伊现在会看见？”伊的爸母应讲：“我知，这个是阮囝。”嘛知伊出世就失明，唔过伊现在安怎会看去，我唔知，嘛唔知什么人可以会看去。你家己问，伊已经大汉，家己会晓应。伊的爸母安尼讲，是因为惊犹太教的领袖，因为因已经参详好势，若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
就对会堂把伊赶出去。因为安尼，伊的爸母才讲，伊已经大汉，恁家伊问。我伫赛人第二遍，叫迄个出事就失明的来，把伊讲。伫上帝面前，就照实讲，阮知这个人是有罪的人。伊硬讲，伊是有罪的人，啊，毋是，我毋知，我只有知这项代志。我前痴迷，单位看见。And now I see。因就问伊，伊甲你做甚物？伊安怎，互你未看见？伊硬讲，我已经甲恁讲啦，恁唔听，恁哪要阁听？恁嘛想要做伊的门徒是无？因就甲伊骂，你才是迄个人的门徒，我是摩西的门徒，我知。上帝要对摩西讲话，唔过这个人，伊对倒位来，我唔知。迄个人硬讲，安尼有够奇怪，伊医好我的目睭，恁犹阁唔知伊对倒位来。咱知上帝无听做恁的祈求，唔过人若敬畏上帝，实行伊的旨意，上帝就甲伊听。对创世以来，犹唔捌听见讲有人。予出世就失明的人会看见，这个人若不是对上帝遐来，袂当做这款代志。因就对伊讲：“你出世就罪，伫罪中大汉，搁加要教死阮。”因就甲伊赶出去。耶稣听到因把伊赶出会堂，后来找到伊，就把伊问：“你有信人主无？”伊应讲：“先生，什么人是人主？我通信伊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已经有看到伊，即阵在甲你讲话的就是伊。”伊讲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跪落去把伊拜。耶稣讲。我为着审判来到这世间，通让失明的看见，让目光的变作失明。一挂法利赛人听到，就问耶稣：“你是讲我嘛失明哦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恁若失明就无罪，唔过恁讲，我是目光的，安尼恁也有罪。”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要入去羊条，无对门入，对别所在搬过去的，是贼，是强盗；对门入去的，则是羊的牧者。过门的，甲牧者开门，羊认得牧者的声，家己的羊，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。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，行伫羊的头前，羊就跟伊行，因为认得伊的声。因一定袂跟生分人，颠倒袂走开，因为因唔捌生分人的声。耶稣甲因讲这个譬如，唔过因唔知伊在甲因讲什么，所以耶稣佫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是羊的门，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，拢是贼，是强盗。羊袂听因，我是门。通过我这个门入来的会安全，通出出入入，阁会找到草丛。出来一定是要偷窃、要抬、要毁灭。我来是要让因得到活命，得甲真充足。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着羊放舍性命，互人请的不是牧者，羊不是家己的。伊一个看到豺狼来，就把羊放地逃走。豺狼将羊夹起，把因赶散。伊逃走，因为伊是予人请的，无真正关心羊群。我是好的牧者，我也捌我家己的羊，我家己的羊嘛捌我，亲像爸捌我。
我嘛捌爬。我为着羊放杀性命，我也有其他的羊，无属这个羊条。我嘛一定着带因来，因为听我的声，嘛会正做一群，归属一个牧者。爬听我，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，通阁得到性命。无人抢我的性命，是我自愿放杀。我有权通放杀，嘛有权通阁得到。这是我对父接受的命令。因为耶稣所讲这的话，犹太人阁起分裂，因中间有真侪人讲，伊犯着鬼，精神失常，哪着听伊的话？另外有人讲，犯着鬼的人袂讲这的话。鬼讲话开失明的人的目睭。耶路撒冷拄在庆祝献殿节，迄时是冬天。耶稣伫圣殿的所罗门走廊伫行，犹太人甲耶稣围着，对伊讲：“你要互阮猜疑偌久？你若是基督，就照实甲阮讲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已经有甲恁讲。”恁唔信，我奉我的父名所做的代志，得为我作证。唔过恁唔信，因为恁唔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得我，我赐因永远的活命，因永远袂灭亡。无人会对我的手甲因抢去，将羊赐予我的父，比一切较伟大。无人会当甲因对爸的手抢去，我甲爸是一个。犹太人阁摕石头要甲伊钉。耶稣对因讲：爸叫我做真侪好代志。我已经有做予恁看，恁是为着倒一项要用石头甲我钉？犹太人应讲：我唔要用石头甲你钉，唔是因为你做的好代志，是因为你亵渎上帝。你不过是人，要故自称做上帝。耶稣讲：恁的律法，敢唔是有记载上帝讲？我讲。恁是神，圣经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既然上帝称呼遐个接受上帝的话的人做神，安尼，我是被分别做圣，搁差遣入世间的，是安怎我讲？我是上帝的子，恁就讲我亵渎上帝。我若毋是在做我的父的代志，恁毋免信我。我若在做父的代志，虽然恁唔信我，嘛着信我所做的代志，通乎恁较实在父伫我内面，我伫父内面。因阁想要甲伊掠。伊就脱出因的手离开去。耶稣过过去约翰河对岸，到较早约翰甲人洗礼的所在，伫遐住。有真侪人来见耶稣讲，虽然约翰无惊神俩，伊所讲一切关系这个人的代志，拢确实。伫遐有真侪人信耶稣。